好，同学们，我们今天呢要教大家们花鸟啊组合起来的，花鸟组合呢是挺有味道的啊。那么花鸟呢，特别是花鸟，我们先开始呢画一只什么鸟呢？是画一只八哥。那在画布上呢，它讲的是几哥，几哥呢就是八哥，它的学名呢是那个几哥啊。那么我们先从那个八哥的眼睛开始，眼睛、嘴巴啊，这样画过去。那么最后呢，补上旁边的枫树啊，也是这一只啊，中白鹰啊。先在这里把眼睛画出来。眼睛呢，不是太圆，也是凸眼睛的啊，这样。那么中间呢，现在是闭上了，我觉得不太牛。那么最后再加了啊，我们把嘴巴啊画出来。这个嘴巴呢，基本上，它是那，眼睛，这条线的位置呢，跟它眼睛呢对起来的啊。那么在上面，这个鼻孔啊，那么嘴巴下面的，下面的嘴巴呢要短一点，要小一点。那么这样呢，上面这个毛啊。八哥呢，上面有几根毛的，那么再摘一下啊，摘一下呢，鼻上呢很浓啊，要浓一点，因为头上比较浓啊，多摘一点。那么先把眼睛补上，浓嘛，好，那么接下来呢，就他的头部，好，用这样一来啊，你看，由浓到淡，有韵味了，那么。接下来呢，他在，下巴上面，再这样，要有势，用笔的势，出现一点飞白，也可以啊。那么清水里面啊，蘸一下啊，那么在这里要带，这样，那么他的臂上呢，你可以这样，黄下来几遍，那么再用清水润一下啊，有的带了因为这里需要带了。那么我们呢，这只壁上呢好像水分多，那么卸掉一点啊，卸掉一点呢，为什么呢？我们要画翅膀呢，翅膀呢要有点干啊。好，下面翅膀画好以后呢，那么我们再用浓笔啊，补上几遍。好，翅膀好了，那么它的臂部呢要带一点，那么放清水啊，清水呢从这里点上几滴啊，那么再清水啊，它这个胸部上面呢也是比较带的，好，体部就把它连起来了啊，那么胃部呢比较浓的啊，我们蘸上浓笔啊，浓笔之后呢，我们也可以从这个肩带呢，尾巴的肩带画过来，这样。好，这个翅膀呢，还要加上一边。好了这个上部好，那么我们画那个蹄了啊，加根蹄呢，用那个。朱标跟藤黄调的要厚啊，要厚度啊，那么有厚才是他画的有力，这样一蹬这样啊，这个脚比较小一点的那么他的嘴巴啦，其实跟那个蹄上的颜色是一样的。那么我们也把它补上，再黄一点，眼睛边上呢，我们加一点花青，
花青要淡一点的，哎，好，我们接下来呢就画那个树干了啊，树干呢也是这次别好了，在啊架子下面补上啊。这根带呢，这里呢要浓一点。蒸湿的时候呢，抵上一些树干上的鸡巴啊，例如藤蔓一类的东西，这样呢看呢有很苍厚的。好，那么我们画枫叶了。枫叶呢，也是可以用这支笔干一点。枫叶呢，不是点多的啊，是勾的。勾呢，我们也这样啊。勾好，勾下面。这里勾好以后呢，我们勾这个地方啊。我们在这里加，好，我们勾好以后呢，我们就要点颜色了。这个枫叶呢，基本上呢是朱标加藤黄，跟那个不过这个嘴巴的颜色差不多。但是呢，我们要放一点墨，有点暗可以把那个液晶呢，涂过去，也可以这样啊。等一会呢，再补上那个胭脂，深一点的。这个叶子呢，要有变化，
它不是同时红的，哎，有黄的啊，有金黄，哎，大致在里面的，它这个颜色是变化，很多的。这个要衬色，有一种过渡啊，慢点吧。这里也再放一点吧。衬色啊。让它融洽。好了，我们整体看一下。好，这样呢，一副呢，八股枫叶呢，就出来了啊。我们在这个地方呢，可以底上字啊。好，同学们，你们看啊，在画布上这一幅是胡同小鸟，那么这个小鸟呢非常有趣，这个头呢很灵活，会勾头的啊。那么我们画呢也是从眼睛画起啊，我们开始画啊，笔要干一点啊。那么先用油墨，先上眼睛啊，我们在这个部位啊。眼睛呢也是很扁的椭圆形的，因为这个头部在这里，所以呢眼睛呢，要扁一点，那么这个眼珠呢，只看见一半的，那么接下来呢，就是嘴巴啊，嘴巴呢，单嘴巴，对啊，那么。它这个头部啦，边上露出白的啊，这一部分呢，画他的肩膀，他的背在这个地方，他转过去了，在那这个地方，画上它的翅膀，可以这样，可以啊，这样。那么它的体部啊，在前面啊，好，我们接下去呢，就画它的尾巴，尾巴呢，三边。好，我们画它的蹄，
它的脚呢，两只脚，这里一只脚，这里露出一点啊。那么怎样呢？接下来呢，我们可以再颜色，再颜色呢，我们用藤黄啊，藤黄里面呢加一点墨。在这个臂部啊扫一下，这一部分也可以画啊，好，在这里面呢也头上这种颜色，好，他这个嘴巴呢也是这个颜色，眼睛部分呢我们不放，用一点橘黄，用一点点橘黄，这样呢看起来很深沉了啊。那么我们画瞳数啊，这个瞳数呢是比较简单，那么它这个瞳印呢在这个下面，我们先画了瞳印啊，用大便啊，这个小尿呢看起来很工啊。那么瞳印呢我们不放啊，用花青跟藤黄啊，再上一点点浓墨啊，那么我们画上几本大叶子，活动叶啊，这一张呢比较淡啊，那么再画一张呢稍微深一点的啊，深一点的呢我们墨浓一点啊，衬在它的下面。那么我们呢可以同样用这支笔啊，就是差不多颜色啊，那么我们画改啊，就是好像淡，那么我们再加一点颜色啊，加一点呢乍石啊，再加一点青色，好，我们从这里发出去啊，我这里，上面的同叶比较嫩啊，黄多一点的。加在这里，好啊，我们呢在它这个同叶上面呢勾上金啊，也要包住，不能太快啊，会慢一点，包住它，这里浓，那么你要也要浇一点的，我们再会加上一点铜汁，
子呢，下面几个圆的啊，标里面圆的，这就是铜枝。好，我们加颜色啊，这里还有一点斑点。颜色呢是扎实啊，也要加一点藤黄。在扎实藤黄里面呢，要加一点墨青，哎，变成这种颜色。那么铜枝呢，扎实，要加点墨，比较深的。扎实，那么趁它还没有干的时候呢，在铜枝上呢点一点墨，上面呢，这叶子我们再勾上呢，它的叶茎啊，也要带一点的啊。那么速度，如果浓的速度快点，好，我们整体看一下啊。好，我们呢可以在这里呢题词啊，那么这里题词也都可以。好，这一节呢，同学们我就讲到这里，下次见。